这边斜背的是四个来回都织好了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加上这个针上这个十四个来回，斜背织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教大家收针，这个侧边收针，就是这边啊，这边看这个颜色淡一点，可能看得清楚一点，就这个侧边，这个侧边要收针的，就这边要收针啊，这边来跟大家演示一下，我们这边开始丢针的时候，这边最后是剩下了四针。这边是四针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要织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收，先织三针过来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第四针的上面不是加了一针吗，然后这边要收针也是在这个一样的，好，先织三针过来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好，再织，先织三针，一二三，然后收针，现在怎么收啊，把这个三针织过来之后，这个左边的这个针上的这两针，后面的不管，就管这两针，把它两针并一针并掉，就收掉一针，直接织平针的方式把这两针直接这样织过来，这样啊，两针直接织过来，织下来，你看这就四针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四针啊，四针织好之后，这个左边的这个针就不要管它，左边这个针上就不要管它，然后到反面来，到反面来，然后用右手上面的这个针，然后来织左手上这个就是这个针上的第一针，我们织的时候把它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把它拉紧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把它拉紧，然后后面正常织平针，看这四针织过来啊，织好了之后，然后现在又到正面继续，正面继续在哪里收啊，把这个四针织过来之后，再跟这个后面的这个两针又收掉，好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后面的正常织平针，织到刚刚这个收针的这个地方织过来，这四针织过来，一二三四，这四针织过来之后，然后继续收，再收的时候还在这后面的这个两针上面收，好，两针并一针收掉，收完了之后，然后又到反面来，重复同样的，把这个线放下去，然后用右手上的这个针来织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拉紧，拉紧之后，然后织后面的几针。好，这边现在是五针了啊，然后到正面来，再把刚刚这个五针织过来，再到这个地方再收。看一下啊，然后把这个五针织过来，织过来之后，然后再收针，在这个两针上面，两针并一针的收掉。现在这边是六针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到反面来，反面来之后，还是往回织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拉紧。拉紧之后，然后到正面继续收，把这个六针再织过来，好，织到这里又要收针，又是这个针上的这个两针，看啊，这个两针再继续把它收掉，两针并一针的收掉，好，织过来，然后到反面，好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把它织紧，拉紧啊，后面继续织，好，织完了之后再到正面继续同样的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把这个收最后一次收针的这个后面的所有针全部织过来，织到这里，然后又到了这个收针的地方，又是两针并一针，这个看的时候就是看得不清楚啊，就这边啊，两针并一针的织掉，好，把它织掉，然后又到反面往回织，就重复同样的啊，记得就是上一次收针的地方在哪里，织过了，把所有那边所有的针织过来之后，再朝后面的这个针上朝前弄两针过来把它收掉，就这样的啊，又到这个正面，然后就按照这个方法啊，一直收一直收，收到最后这个地方剩下三针，剩下三针，因为我们这边一开始丢针的时候是丢了三针，然后就一直收，收到这个地方剩下三针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针串起来织，正常收完针之后啊，收完所有的针，剩下这个三针加起来应该是跟这个后跟的这个针数是一样，是21针，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把这个针收完。